哎，老陈，老陈。 今天中午一块吃饭吧，老盛请客。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没事的。你的邀请是我们重拾友谊的开始吗？还是你只是应和明锐的话，随口邀约？ 哎，这家好，四大情侣中最爱的约会餐厅，咱们也可以去尝尝尝尝。不需要。啊，这么有默契呢？那就换一家。洛枝，你中午一般喜欢吃什么？哎，洛枝，一会儿一起吃饭吧，我有学生会的事找你说。我约了明睿和洛枝，要不你跟百丽也一起吧。 还是改天吧，你们行吗？啊？你上次吵着要吃那家烤肉的店，今天打折，一起去吃。谢谢你的邀请，我们下次再约吧。不去了。明睿，老盛我也带走了，我们有学生会的事，很紧急，下次请你吃饭。你也不吃？ 自己解决。喂，找个人吃饭没这么难吧？传说中呢，人鱼的眼泪落下来，就会变成珍贵的宝石。我真恨你没生成这个物种。你怎么不能说点好听点的？所有称得上安慰性质的，大部分都是废话。 不是介意呢，你又不会听，听了也不会做。就算我不听，那你也说什么？你说嘛？我想说的，就是隔壁跟你说的，分手吧。 走到这一步，不走到结局，我绝不甘心，绝不放手。哎，知道啦，甘心小声一点嘛。我只想说，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隔壁的女生就是我小百丽，总之我绝对不会放弃。傻瓜，你不也是一样傻吗？ 好歹我还当过隔壁的正牌女友，你呢？等了他15年，还在等他比你更近一点。如果我让你放弃陈怀南，你能放手吗？ 李叔的对，至少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了回主角，哪怕是苦情戏也好，都比老当观众的我要强多了。我的日记里只有盛淮南一个人的名字，而我在他心里却只是个路人。
尚淮南，我好心帮你约洛枳，结果饭还没吃，人全跑光了，老大和老四都跑出去约会了，我一个人吃的是方便面，你知道吗？我太惨了。这么惨了啊？我夜宵都给你买好了。这差不多。你别这么看我，我心里发毛。我就是搞不懂你，前几天上辅导课呢，不是请假就是装忙，今天什么情况啊？啊，这么主动骚扰着旁边去了，你这画风变得难以接受啊。我问你啊，比如说你对一个人特别的上心，然后又把他当成学习的目标，这样的话你可以跟他做到就是完全的同步还有默契吗？你是说如果我请许日清去吃高档的餐厅，陪他逛精品购物店，然后研究名牌包的历史，我就能跟他思想同步吗？不可能，我这还没开始，我估计我钱包就已经花完了。提议否决。你跟我同寝室这么久了，算起来比亲兄弟还亲了，你怎么连我想问什么都不知道？你这是在怀疑我们的友谊吗？你再说一次，我好好听，我肯定能理解。算了，不说了。想要默契同步很简单啊。比谁先到啊？哟，来啊！来啊！哎，这儿。早给你留好位置了，来。请坐。现在才来补选，你跟得上？助教，作业我都已经写完了，你觉得呢？这奇葩也来学法导，八成是别有用心吧。来，我说一下啊，还没交作业的同学现在可以交上来，或者下午4点之前把作业发到文教授的邮箱里啊。本次完成作业缴交最快的是洛枳。洛枳同学。洛枳。这个洛枳同学在吗？在。哦，你就是洛枳啊。你这名字挺有意思啊，但这发音确实有点尴尬，这跟你的形象气质完全不相符嘛。哎，如果你需要改名的话，我呢对这个姓名学略懂一二，咱们私下可以交流一下啊，尽管来找我啊。哎呀，洛枳，这人谁啊？隔这么远调戏你，他怎么看上你啊？看上我不是挺正常的吗？我这么好的女生。助教张伟呢，
是学生会大三的师兄，见过几次，私底下风评不怎么样。老盛，这个张伟是不是得罪过你，还是麻烦过你啊？从来都不评价人的你，这开口一次真的是比大熊猫还罕见啊。借过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擦了，我给你擦了，我给你擦了。这老师和水也太会那个什么。这碰瓷儿也太假了吧！我给你擦。来，我给你擦。以后出门啊，多备几件衣服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啪又泼一下，啪又泼一下，是吧？哎，你不是有眼镜的？哦，肯定要看你呢，真的是。有这么好笑吗？笑了一节课了。看来这泼水的套路是跟定你了。我只是很好奇，你到底还要再被泼多少次才能遇到你的真命天女？好了，小姐姐，不要再嘲笑老盛了，好不好？你说谁想碰到这样的奇葩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准备去趟小超市，一起吧。不了，我还要去图书馆做英语学习字卡，给家教备课用。以语文科学霸这个程度，随便丢两句儿歌得了，那么认真干什么呀？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，对自己也有要求，必须随时让自己的表现担得起这份薪水。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应付了事？道歉。啊？道歉。不用什么事情跟我道歉的。这样吧，我罚你替我买薯片。要什么味啊？都要一袋。我刚平行时空了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没事，带钱。我带钱了，带了就好。那都是你的。看到的人还以为我要开什么薯片趴呢，总你爱吃的口味吧。不是你干什么？你生气不都弄个食物吧？节约空间，这样才能装进包里。啊？谢了。啊，你别谢我，他买。你吃薯片会渴，搭这个吃。谢谢。你请客，见者有份啊。Excuse me？ 惹不起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你到底几个意思啊？赏我，讨好我，还只是一时心血来潮。我们到底算什么？你是不是一直在生我的气啊？